散弹枪大家都知道，最常见的就是单管，双管都很少有人使用。那你是否听说过有七根枪管的散弹枪？这天，麦克的老表拿来了一个新玩意，看起来像是烧肉的喷枪，但据老表介绍，这是他自己做的散弹枪，有七根枪管，专门用来对付成群的歹徒。想要问麦克借两颗子弹来试试，麦克听完后笑了，他说：“你这玩意看起来像是玩具，放放烟花还行，装子弹估计要炸膛，千万别乱瞎搞。”让他把枪拿回去拆了卖废品。可老表不甘心，再三恳求下，麦克终于答应给他一次机会尝试。老表回家悄悄拿来了煤气罐，准备拿他开刀。他得每根枪管装上子弹，把枪架上后，二人躲得远远的，准备远程操控，倒数三个数，开火。一声巨响，产生的火焰将眼前的一切笼罩，什么也看不到。通过慢放，麦克才发现煤气罐被子弹打了对穿，威力相当惊人，看来是自己小看了这玩意。麦克兴趣一下上来了，于是他回去借来了二大爷的氧气罐，不为别的，就是玩。他知道这罐子很厚，应该打不穿，于是将枪对准罐口，拉动绳子后，震撼的一幕出现了，远处的氧气罐就像是在地面飞行的火箭喷射而出，让人大开眼界。